甘溪下游又有水。这边是雾峰的牛栏贡溪，现在出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雾峰的溪流这边调查看看吧。这边是这个，哦有嘞，这个是马口鱼。这条也是马口，有感染黄吸虫。小只的马口鱼。好小条啊，小鱼很多。小米鸡为什么这边没人钓？小黑纹很多了。这边的马口鱼都有感染，黄吸虫非常严重，你看肚子这里都是。啊，这边小黑纹超级多的，待会在网上看看一下，黄吸虫蛮严重的。这段溪流有落差到下游，这边可以下去。我还是去下面了，快要下雨了。这边是。没有感染物。这应该是有鱼的。感染黄鸡，哦，感染。
还要改用木浴。我唔知咧。哦，这么大的。